第三轮第一题，请出题。根据劳动部调查，下列哪个科系毕业的大学生最好找工作？平均只要不到两个月就能找到第一份工作。A. 商业及管理科系。B. 社会福利相关科系。请作答。啊？两个选，来嘉盛你讲。对，因为商管它的领域范畴很广，可能行销、会计、管理、供应链这些，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领域是很多，而且市场上就业机会可能比较这个需求比较大。那社会福利感觉好像听，因为以前念书的时候有些朋友他可能要考社工，他都说很竞争这样。对，所以我判断可能是 A。我选 B， 因为刚刚他也说了，就是他在考的时候很竞争，所以他这个科系毕业出来的基本上他比较好找工作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B， 社福相关科系。其实劳动部有追踪近五年大学毕业生发现啊，法律，如果你是读法律的，是27个学门中找工作时间最长的科系。平均呢，法律系的毕业生呢要快半年才找到第一份工作，是平均值的两倍哦。而最快找到工作其实是社福系，平均只要 1.86 个月就能找到。需要量大。对，但是说真的，你耗时短不代表你平均薪资会比较高哦。其实社福呢相对来说平均薪资偏低，工时也很长。哎，两位请到那边坐。好，现在最高额奖金刘嘉盛已经在这一轮是离开，但未必他会输，因为除非你要赶上32,000，请加3000。对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根据挪威大学研究指出，工作太无聊可能会造成什么风险 ？A. 肥胖风险。B. 失智风险。请作答。作答。三个的选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失智的风险。如果你的工作太无聊，性质太简单，你有可能增加失智的风险哦。这是由那个挪威奥斯陆大学做的研究。因为啊，你的工作呢，你有没有在动脑会差非常的多。如果你的工作需要挑战你自己很多极限的话，你的头脑有在动，反而可以预防失智的哦。那在这个研究30到60岁之间这个时间，如果你从事缺乏挑战性的工作，到了你70岁之后，你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增加66%，失智风险增加37%。至于肥胖的风险呢，跟工作比较没有关系，看你管不管住自己的嘴巴。所以呢，又再加3000。好，6000了。下面题，请出题。我们会用打烊来形容商店关门，请问打烊的烊最初指的是什么 ？A. 客栈灯笼。B. 营业用火。请作答。哦。营业用火，来，请说。因为你关火了就打烊了嘛。对，关火的肯定得打烊，但那个其实哦，我们一般都会说啊，那个你们还没最后一轮要点菜，师傅要下班了、哦。对，可是师傅下班，大家还是坐在那边喝啊。对，所以呢，其实我刚刚有想说会不会是 A 啦，但因为我不知道说打烊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因为客栈灯笼，因为它是比较久远以前，就是我们才会用灯笼嘛。那如果营业用火是比较近代，所以我想说打烊，如果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词汇的话，那应该就会是 B， 比较不会是那个灯笼出现。杨师呢选 A， 因为就是熄灯嘛。我觉得就关门了、啊，打烊喽。对，然后那个拆字，我在想说会不会是用以前的什么羊脂油弄的那个什么，拿来灯芯的、那個，把它盖起来的。对对对，我在猜。肯定休息了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营业用火。其实根据教育部的，它里面它有特别解释哦，阳可以分成它的骨字。就很也是有火边的意思，对，它是融化金属的意思。那西汉的语言学家他就有记杨雄里面就有记载啊，阳是跟炙热的火有关。那你打烊之后，就是把店里面要用的火啊熄灭啦。那今天熄灭完之后，今天工作结束，不再营业喽。对，增加1000，只有一配银，所以7000块入你的账户。
15,000来，通通请回来，三轮都结束了，我们请Sandra 乡里来宣布他们的奖金。好的，嘉生的32,000，一配15,000，春达10,000，陈医师6,000，李医师14,000。恭喜嘉生成为今天的冠军，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恭喜我们的获胜者，今天有32,000的提款卡，请给你。好，谢谢嘉生，麻烦你插入未来银行的插啊，我们请插卡。好，没问题。金库，请打开，里面有32,000的现金，你可以提领，但是要先看我密码提示。好，两个密码分别是总笔画38画“创业的精神”，或是总笔画56画“老板领半薪”。哦，良心发现，良心发现，对对。对同舟共济啊，同舟共济啊，哦，对，哎，那创业精神呢？创业精神是一马当先，对，越挫越勇，是这个卧薪尝胆，感觉这么也有可能，百折不挠，百折不挠，够好听的，是是是，创业的精神，阿甘精神，哦，甘也会这个精神不好，对对，阿甘精神，对对对，阿甘精神，你要选哪两个题目？因为感觉创业的精神会蛮难的，所以我选老板领半薪啊，反而是比较好。对对对对，好，请锁定老板领半薪。好，创业的精神你没有选是哪四个字呢？请看，锲而不舍，叫锲，这个很简单。那这边老板领半薪，请拿起笔来。好，题目一公布之后，哪四个字之后要进行的是60秒，有计时的，记住你的口诀是。先消除清除清除清除写字密码，对，记住哈，是记住，不能跳格哈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共体时间，冒喜啊！来，请开始。好，清除清除。1,2,3,4,5,6，来，清除。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3,14,15,16,17,18,19,20,21,22,23，来，二三，共计时，哎，清除，1,2,3,4,5,6,7，花真的很多，好，九十，哎，好，间，共计时间。尖，1,2,3,4,6,7,8,9，啊，写错了，好，来清线，OK， 那清楚啊，尖的尖，艰难的艰，不会写，对，还有几秒，还有几秒，十，尖，九，八，艰难一起讲，对，艰难，九。五啊，想到1,2,3,4,5,6,7,8,9,10,11，啊，一啊，解不出来了。哎呀，没有办法完成，时间到了。不好意思，对，时间到了啊。对，因为艰难一起想，部首你有想到对不对？又有点可惜。但是我们等一下，我们没有算笔画，艰好看看。是这样吗？试试看好了。密码06231018。对或错？不对。这样子哪个字错？来看正确答案。好，没错，尖你看到啊，多算一画啦，是17画。是17画啦啊，多算一画。因为加深前三个是对的。对，因为你尖一直想不到，就会写出那个字嘛。对。那我知道也不能给你讲，但我写也会多一画出来，你看到吗？好。所以正确密码是06231017。来，我们跟金库说拜拜，请关闭金库，谢谢。太可惜了。来，请到前面。好。非常可惜啊。可惜啊。真的还好，你跟我们共比时间呐。对。知道我们做节目辛苦啊，好贴心的，真的很感人啊，各位啊，是职场精英啊。是。立宪体。有要讲一下吗？人家是陈医师，是未来30年医学的一个主题，是是是，请大家关注他。说起来蛮有兴趣的哈，医学是日新月异啊，对，所以人家讲能撑久一点，将来会活更久。因为医学一直在进步嘛。对，没错。来，谢谢各位今天参与，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， 把智慧变现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院长，谢谢院长，谢谢。谢谢。
ATM, who dares to battle?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